看看新闻网。克鲁斯和阿汤嫂凯蒂五年婚姻走向尽头的消息已经传出，着实让喜爱他们和小苏瑞的粉丝们唏嘘不已。而其实早在两人结婚三周年纪念时，美国某杂志就爆料称两人是契约婚姻，合同的年限是五年。2006年11月，当汤姆克鲁斯和凯蒂霍尔姆斯修成正果，在意大利城堡内举行盛大婚礼时，包括珍妮弗洛佩兹、威尔史密斯及妻子等500位嘉宾齐齐到场庆贺，但是也掩盖不了外界对于这段婚姻的不抱期待。而就在鲜花和鸡蛋齐飞的时候，婚后的汤姆克鲁斯和凯蒂霍尔姆斯却着实用实际行动证明着两人的感情。镜头前的他们总是恩爱有加，粉丝也逐渐接受了这一任阿汤嫂的存在。特别是当他们可爱的女儿苏瑞出世以后，这对明星家庭更是受到了万千宠爱，一举一动备受关注。如今两人的感情尽管走到了尽头，但我们希望小苏瑞仍然能健康快乐地成长。